你们两个最近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怎么状态一个比一个差？那个，他最近怎么样啊？不太好啊，他那个项目一直没有找到人投资。哎，不对啊，前一阵不是说拉到投资了吗？那公司老板是欧阳晴雪他舅舅，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哎，多好的机会啊。那可不是。哎，欧阳晴雪吧，虽然说长得没有我好看，但是他也不差，对吧？嗯，你看看，主要问题是能少奋斗十几年呢。我大概帮他粗略算了一下，他至少损失了好几个亿。是吗？那肯定有了。哎，好一个为爱不顾一切的贞洁烈男呢。我也挺心疼他的，他最近啊，为了这个项目太拼了，胃病都犯了。啊？啊？胃病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严重吗？他去医院了没？你担心他啊？我就是随便问问。职业病，你放心了，我已经催他去医院看过了。哎，哪个医院来着？好像就这个医院。你不在这实习吗？你有时间去消化内科问一下。还是算了吧，今天谢了。我要回去值班了。行了，去吧，你先回去吧。谢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进来。陈医生您好，我想问一下一个叫苏慕云病人的情况。苏慕云，好像有这么一个人，我印象挺深刻的，又高又帅的。他是你，你是他什么人呢？他是我。是你男朋友吧？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工作起来连命都不要，你要好好对他哦。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那他的病怎么样了？帮你查一下，别急。嗯。哎，这儿。你立马滚到沙发上躺好。哦，好。原来我每个微笑里都有你信任回忆，让我滚回去。在对着镜子怀疑另一个自己，给你最美好的自己，我比想象中更爱你，不怕爱要多少放弃，总是肉已经帮你炖烂了，让你好消化掉。唉，这才创业几天啊，就把自己搞成这样，你啊真行啊你。哎，你吃慢点，就是因为你这样胃才不行。啰嗦，别人想听我还不想说呢。我就喜欢你这么啰嗦。我听给你看病的陈医生说，你的胃要是再不注意的话，就会胃溃疡。我帮你调好闹钟，记得按时吃药。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大夫看的我？关心我？我掐指算的，不行啊。昨晚有个病人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，都救不回来，所以啊，身体真的比什么都重要，知道吗？
你还好吗？这种事为什么不联系我？谁让你跟我冷战的？都怪你。以后好好吃饭，不乱发脾气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看在你生病的份上，勉强的原谅你。我先回去了。薯片我拿走，你现在这个胃也吃不了，别浪费。吃货，知恩图报，懂吗？还有，这本来就是我买的。哼，锅里还有粥，记得明天吃。不用你送。谁送你？我关门。我就看在你生病的份上，饶你条小命。哼。苏慕云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战胜的。怀听，你是最棒的。臭兔子。就是不一样。